图有点问题，我们先说几句话好了。这个我们今天我跟炫源很开心可以在这边举办双二胡的音乐会。这个音乐会其实构思了很久，因为我们在二胡发展上其实也到了快要完成专业的阶段，我们现在都大四了，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在规划这场音乐会的时候想了很多。那我们率先在台湾用双二胡的形式演奏整场音乐会，然后带来首演曲目，然后本来的二胡曲目还有原创曲目。那不知道大家听得开不开心。首先我们要谢谢一些人，最主要是我们谢谢台湾爱乐，台湾爱乐帮我们发起了这个音乐会，还有我们要谢谢我的主修老师彭丽婷老师。还有我的主修老师王英杰老师在哪里？